去哪儿第三季将于7月10号晚22点在湖南卫视温暖首播。本季萌娃也开始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，五位宝贝一见面就迅速建立起了友情，刘烨儿子刘诺一更是与林永健儿子林大俊一见如故，屡现法式亲吻，对小伙伴示好，高颜值和热情的小模样萌化人心。据悉，混血萌娃诺一虽一副忧郁美男子的模样，但为人热情开朗，甚至有些话痨，一到机场就和林永健的儿子林大俊打成一片，聊得十分热络，兄弟情羡煞旁人。拳王邹市明携4岁儿子邹明轩的加盟也受到大批粉丝的热捧。由于去年曾在快乐大本营中露脸，邹明轩早已凭借呆萌的外表和可爱的性格收获一片粉丝，如今大小拳王同登爸爸，自然看点十足。爆炸头嘟嘟脸的邹明轩节目中也尽显吃货本色，全程吃字不离嘴，被封为第三季最萌小吃货。纵观历届爸爸去哪儿，萌娃们的名气在节目播出后都会赛过他们的明星老爸，直率善良的小王子诺一和自带笑点的大俊，还有最萌小吃货邹明轩又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？炫起来更青春，敬请锁定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第三季，某个捞新闻7月10号晚22点大家约起来报道。第三季将于7月10号晚22点在湖南卫视温暖首播。本季萌娃也开始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，五位宝贝一见面就迅速建立起了友情，刘烨儿子刘诺一更是与林永健儿子林大俊一见如故，屡现法式亲吻，对小伙伴示好，高颜值和热情的小模样萌化人心。据悉，混血萌娃诺一虽一副忧郁美男子的模样，但为人热情开朗，甚至有些话痨，一到机场就和林永健的儿子林大俊打成一片，聊得十分热络，兄弟情羡煞旁人。拳王邹市明携4岁儿子邹明轩的加盟也受到大批粉丝的热捧。由于去年曾在快乐大本营中露脸，邹明轩早已凭借呆萌的外表和可爱的性格收获一片粉丝，如今大小拳王同登爸爸，自然看点十足。爆炸头嘟嘟脸的邹明轩节目中也尽显吃货本色，全程吃字不离嘴，被封为第三季最萌小吃货。纵观历届爸爸去哪儿，萌娃们的名气在节目播出后都会赛过他们的明星老爸，直率善良的小王子诺一和自带笑点的大俊，还有最萌小吃货邹明轩又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？炫起来更青春，敬请锁定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第三季，某个捞新闻7月10号晚22点大家约起来报道。